们，听说这个傻小子也会一套从天而降的法。哎，错，不是干法，是拍法。你的意思，你要用乒乓球拍跟我打台球？嗯。之前他们都是一流高手，只因厌倦了武林争斗，退出江湖。这地方有点小啊，你们记住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，哎，咱把球拿那边去啊，就那边地方大。什么意思啊？Makes me feel like I was made for you.